继续，继续。Lady and ladies， 老师好。今天老师要教的是一道幸福套餐。首先，三颗青葱。人嘛，日子就是要过得轻轻松松。一颗大蒜，彼此付出，不要有太多的计算。柠檬四片，睁一眼闭一眼。辣椒成对，长命百岁。不是说我们都要幸福啊，转眼就这样过了好几年，那是爱笑的你，如今少了什么？嘿，不是都答应过要幸福啊，以为真的等到了那一天，快乐好不容易，我们要求什么？女人不停地在寻找童话般的美好，最难的是能够有个依靠，一起变老。哦，重点来喽！洋葱切丝，苦水浸湿，抓把盐巴，把小三打趴。嗯，好。开玩笑，开玩笑。哦，继续，继续。我和你都曾经受了伤。是结局总要哭一场，我们期待的其实和从前一样，可是我们真的幸福了吗？偶尔也是需要休息一下，最重要的是斟满对方的酒杯，偶尔也要同饮一杯，来，谢谢。女人不停地在寻找，不停地寻找童话般的美好，用心十分才肯面对自己，无可救药。剧总要哭一场，我们期待的其实和从前一样，可是我们真的幸福了吗？我和你都曾经受过伤，曾经受伤，为爱固执死心也不放，我们做的梦很像和公主一样，可是我们真的幸福了吗？我们还是相信我许了什么愿？我有帮你记得哦。什么？你说环游世界。我是说我们一起环游世界吧。我们的愿望好贪心哦。这一定要的。
公主为了幸福，悄悄收起她的玻璃鞋。耶、yeah, ！今天那个安安大明星是一月份那个最后一集，然后选在一个这么棒的时间，吃完晚餐大家或是正在路上塞车，不如如何就有天后来到哎、欸，我们现在很紧张，大家都不休息，都不下班、他们也不是，那你需要满场给你掌声吗？没有关系，大家工作就好了。没有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是等着在这个地方，就是也要。就感受一下您来到这里送来的温暖。我好怕吵到大家。我们欢迎今天晚上那个一月份最后一档安安大明星天后降临彭佳慧小姐来到现场，欢迎她。大家晚安，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哦，这个是我的新专辑，哦，真的，谢谢你，希望你喜欢。谢谢，我想念我自己，真的。所以你有一直很想念你自己。是这几年开始想的。这是什么问题？对啊，因为你出了这个专辑，而且是在自己就是有一种新的状态以后，然后又突然间去想一个这样的命题，其实一定有、oh, 你一定有所感啊。我当然当然，我现在唱的歌都希望是由内而外的跟所有的歌迷朋友分享，是就是唱跟自己切身的有关系、嗯、无论是曾经发生过或现在进行式、嗯、或者是、我心里面的想的事情或是我的生活状态、啊、都希望反映在我的音乐当中，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你是那种就是我觉得就把你那个歌唱的历程如果做一些大家去了解啊，或是小小去 Google 一下，然后就是很适合给现在处在任何状态当中一直对梦想有在坚持或是自己有一个发愿，或是曾经怀疑过自己，对对对对 对，然后大家去把它综合起来看，然后会很受用哎、欸，真的吗？真的真的，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那个给人励志。怎么觉得我头发好乱啊？不会，你怎么都漂亮一整天哦？真的吗？那就以萧杂波的姿态出现在这里吗、啊？也是还蛮好的，一样是黄色的、欸。对啊，我们今天就是我淹没在黄色的，没关系，黄色也许就是2018年最幸运的颜色。哦，对哦，好像是，搞不好是，没关系啊。我们说什么都是什么，你知道，人来到这里就是这样子。你现在就是已经是一方之霸，没有了，有啦，干嘛客气？没有没有，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啊，来这边。这里、这里是三立新闻网，然后那边还有 video、以前就有了吗？你说我们因为以前我们录影都在前栋，以前这里应该就是一个演戏的摄影棚哦，是吗？是，然后后来没有走进来过，改制成我们这边的就是新的那个事业部，就是后来网络就开始发达了嘛，就大家就开始有转网络，有啊有啊，三立新闻网就这边全部都是用网络在传送，就是所以他们的力量很强大，他们是无远佛界的。比方说你刚刚在里面想要环游世界，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有小小的那种出发的概念，网络就可以开始，网络可以环游世界，从网络环游世界。而且我想真的去啊，我知道啊，你不是真的要去世界巡演吗？还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对、okay, okay. ，今天听说的，那就先跟大家讲这件事好了。对对对，就是从大概年中开始吧，今年年中，2018年大概几月、啊？会啊，还没想清楚，还没有很确定，行李还没打理好，没有，五六月的时候会开始内地的巡演开始，从那边开始，对对 对, 对、嗯，然后最远你打算去哪儿？还没想到，有想要听我唱的我都去啊、哦，真的吗？哦，怎么那么好？所以他们要去哪里留言跟你说叫你来？就到三立新闻网留言，怎么那么好？在他三立新闻网留言哦，好好好，其实我们人也蛮好的哎，是，真的，什么？就祝你新年快乐，哇！这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就是今天那个三立新闻网帮你准备的，怎么人这么？然后，因为你要去巡演世界各地，所以这里有一种很特别的能量，要先让你感受一下，你要不要把它打开？好，我来，好。这是真的纸钞，然后是世界各地的纸钞。我们想说，就你坐完飞机去到这些地方，然后加上先你摸一下当地的钱，那需要你去每个地方票房都满收获满满，满就是满载而归。有美金，有美金，真的。这礼物你还喜欢吗？这真的可以带走？当然啦，不然呢？
你这是真的钱吗？是是你真的是钱，真的是钱啊！哇、wow, ，都是各地的新钞。我不好意思了。为什么不好意思？这就是个礼物啊！怎么可以拿你们的钱？我们又没给你通告费，就只好给你。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啦？没有啦，我们真的是诚心的祝福你的，就是因为这就是你不要给我钱啊！没有，我们是给你一个红包，拿出来才是钱，你放着就只是一个红袋子啊。OK， 那这我帮你装回去，不用，不行。对啊、哦，绝版的钱币，哇、嗯 wow ！你不会拿去花用啊，所以这就是三立新闻网就是送给你的小心一个 video， 因为我们在，对，我们希望你的巡回演唱会得到祝福，这就是世界各地的钱， wow、然后他们那个送来这个可爱小礼物的那个朋友说，你真心要坐飞机每一个国家去把一张纸钞收回来，也要花你蛮多钱，真的，所以他帮你坐飞机。哇，谢谢你们，我帮你把它装回去。谢谢谢谢。真的耶！我要好好研究这是哪边的钱币。这是我们的祝福，谢谢。然后希望你那个巡演愉快，满载而归。我去拿来换台币，然后捐出去。其实换啊，这边就是个心意，它里面美金也才两块，所以甭去换了，是就是留着做纪念吧。谢谢，真的谢谢真的，这是我们的心意，希望你有感受到我们就是对你的期待，还有你今天来，然后这么多人在这里也是在等你的感觉。还蛮好的。他们大概几点会下班？他们今天就你等他走了，他就下班了。真假的？那我们快一点啊！那不能快一点，就是网络上也有人在等你啊。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挂在网络上好像7000呢。你一进来开张了，我们就进8000了。就是你知道今天是那个塞车的小周末。哦，对，星期三。所以其实他们会，我们挂在那个网头上，他们就知道现在彭佳慧在这里跟我们介绍自己的作品这样。我刚才是从瑞光路过来，嗯，哇，真的是塞爆了！我跟你讲，那个送这个小礼物来的那个朋友啊，他从机场那边过来，计程车不要载他，哎，他知道你要来，然后他就是一心一意，我们就跟他说，哎，快点快点，我们需要一个很别致的那个礼物。他说我这儿有，然后他我们就讲，然后他就来，他骑摩托车来的，他人在哪？他人在那里。谢谢你，他只为你拿回去了，没有啦，就是他来这里就是也是来交朋友的、啊、你就收着吧，何必跟他这么那个，谢谢，对，那你拿跟他是你的朋友，他是我们大家的朋友、哦、然后他是新网这边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今天就到我们，而且我们觉得就跟你今天即将有一种启程的计划就是一种缘分啊，是他哪天不好来，就今天跟我们讲他有这个特别的小礼物，那我再请你来看我的演唱会。哇塞，你请他来看呢、欸，这样一起哦，真的吗？所有的网友朋友一起，好，所以网友要记得去买票，有什么关系？对啊，我在听 Sony 唱片邀请大家，要啊，下礼拜嘛，下礼拜有一场那个新歌的分享会，哦、对对对，2月10号我会在。Legacy 台北 Legacy、啊、然后会有一个新歌的音乐会陪我轻轻唱、啊、下午大概3:303:30吧，现在还可以在网络上买到票，然后今天就是2月10号当天可以到那边、嗯、然后不只可以听你唱歌，其实、哦、我会帮大家签名，你是不好意思办那种签唱会，就跟大家来听分享会吧，因为我怕大概来5个人的话，你是彭佳慧怎么可能是来5个，至少会有15个啊，你干嘛这样子，不一定，会啦，一定会很多人就是慕名而来，希望大家有空，你别再希望了，反正当天你就看到了啦，礼拜天下午也当成喝，因为我上2017年的11月26号刚完成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啊啊啊、那一天下午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我们也是唱下午3:30、哦、然后啊就大家就是用下午出来喝下午茶的概念，你不要这样说，我觉得下午3:30是一个很贴心的时间，你知道有很多人其实他在中南部看完演唱会，他想说你们台北住宿好贵，可以让我坐高铁回家，我的用意是这样，你人真的佛心来的，你是佛心系的偶像、欸、就是会想到别人就是这些生活上面的需要被照顾，你需要钱吗？我自己也有一包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你也有一包，因为他刚拿来，他怎么总不好意思，他怎么会那么多，嗯，不知道、欸、他就他的兴趣吧，
然后他就说，你做的是正职吗？他是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职业？他自己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公司的一些开发的那个事业这样子，但他这是他的兴趣。然后我就说，哦、收集每一个国家钱币，对啊，他喜欢收集。然后我们就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那个。因为有些人到国外去旅行，他会把钱花完，不是，他会把 passport 留下、啊、他会把那个登机证、机票登机证、登机证贴着贴着留下来、嗯。对，真的。那你有喜欢收集什么东西？我收集沐浴乳，这样搬在行李里面很重哎、欸。没有喜欢洗澡啊？哦，真的哦。然后以前我不太爱喷香水。然后、啊、又喜欢身体香香的，是，然后洗澡又可以舒压嘛、啊、对，然后从小就喜欢边洗澡边唱歌，所以啊、嗯、在洗澡的时候我就喜欢收集各种舒服特别是很天然香味的那种沐浴花香啊草香。那他们的来源是什么？就你到各地去表演的时候，然后去走一趟当地的香氛店啊还是什么？对，这样吗？ 有一些还有蜡烛我也蛮喜欢的。对，你喜欢香香的东西？对对对，香氛类、哦、然后包括沐浴乳 body lotion 等等、嗯、那你本身是什么香味？我本身就是，如果你是一种香味的话，你希望是什么样的味道给别人什么感觉、啊、你对味道一定有很多的研究。我还是你这次的歌要带给人家什么氛围的气息？我想就是你闻了不会讨厌，然后很想把它留在身上的那种感觉，会一直留着，然后越闻越闻越闻，到后来那个鱼味，剩余的鱼留下来的那个味道是越来越舒服的。所以你的 CD 听也会有那个前中后味的概念，对不对？像香水一样，我喷出来的时候，它最后怎么木质调啊？我觉得听彭佳慧的歌绝对不会是一听。就把它放在旁边了，应该会想听第二次第三次，无论你在睡前也好、哎、有开车的时候是跟朋友喝个小酒，会会会，或者是拿杯咖啡等等、嗯、你在任何时候、嗯、我觉得在这一整张的专辑里头都可以有你可以觉得很舒服的歌。真的真的。然后你讲这件事就是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就可以去寻找一个这样的经验。对对啊，像你说我刚刚在跟那个一开始跟那个彭佳慧聊天的时候就讲说，哇，其实我脑海里有一首你的歌就一直盘旋，都没有，都从来没有那个不见，就那个旧梦。旧梦好可怕啊。没有唱好变救命。没关系啦，那你也救了大家的命啊，都救这么久，救人一命，就说你佛心系的，原来你那么听就知道要救人家的命，然后就唱救梦。没有，那个歌真的很不好唱。可是就这么好听哎、欸，我有一阵子都几年了，20年。不好说，你知道我有一阵子烧香，可是一直要唱旧梦，好，然后到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那边我都会空掉，哒哒。就唱不出来，有一种喝完奶茶就是糖分享，好恐怖、哦、真的那个声音都沙哑掉。不会啦，就大家心里头就会有最完美的你的声音的记忆。对，我希望那记忆一直被创新。有啊，有创新吗？就你可能自己要想办法去超越、啊、后来有啦，可能大龄女子啊走在红毯那一天，然后就慢慢的有给大家一个新的彭佳慧，但是就是变成一种累积，然后就是大家心里的彭佳慧的歌就一首两首三首，然后自己就出一张自己的精选集、哦、就在自己的心里、哦、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在自己的电脑里面，然后现在就提供一个新的选项。然后这一次刚刚听的那个歌跟范玮琪一起唱、嗯、唱的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和故事、啊、就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些对话、嗯、然后啊女生都是常常为了自己的一些爱情就会、啊可能会放弃掉自己当初设定的一些梦想，是，或是啊、好比简单的想要去哪边玩，可是因为为了家庭，然后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出去，或是看一场电影或看场演唱会等等。那女生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喜欢聚集在一起聊天，然后啊，或是到现在我这年纪也会聚集在一起聊天，聊什么呢？聊家庭，聊小孩，现在多了这个话题、嗯。其他的部分，我们也会聊菜钱，啊，买菜的钱。我不会聊这个、欸啊、真的吗？你会聊沐浴乳吗、啊？也不会。沐浴乳，我会聊就是有关于香氛的事情。是。然后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聊喝的红酒。哦、然后啊，有的时候会聊。
电影。聊电影。你最近有你哪有空看电影啊？你去看电影会被人家逮住吧？然后就从头到尾在那边一直，然后你如果你看了什么什么，然后、在那边偷窥，人家就偷拍说我拍到彭佳慧看电影在哭，然后我看拍到彭佳慧看电影在笑这样子。那个与神同行真的，哦真的，所以你有在里面偷哭吗？哦，哭惨，哭惨啊！有人发现吗？它就是一部要让你哭的电影啊，可以发泄一下，去疗愈一下这样子。对，跟听你的歌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你听彭佳慧的歌哪一首你会最想哭？不会想哭，最想哭，最想哭，不会想哭。哦，你都不会想哭，但我会想要听，我喜欢听你唱大歌。哦，你喜欢听我唱大歌，又是，我觉得你的大歌给人很多能量。那可能要到演唱会现场，大概是那种概念跟感觉。对对对，因为现在在我的专辑里头，你这次就比较，就从我从上一张的大龄女子，一直到这一张我想念我自己。嗯，我比较没有想要去唱有关于，我觉得技术性的问题对我来讲，相形之下，跟真诚的分享，还有由内而外的一些分享生活的状态，或是心里面想什么，我觉得这些还有情绪的分享，我觉得这些多过于技术上的东西。可是我听你唱大歌，也不是想要听你唱技术性。你真的不会想听我走音吗？不会耶，我的歌迷很变态。真的吗？常常说很想听我唱《走在红毯那一天》，然后必切，然后走音。这很棒啊，就天然的，很好啊，有什么不？然后我只是说，所以我每次都挑战他们。不会啊，我都要盯住。就是你的大歌很励志哎。会带给大家那种满满的能量，真的、哦，这是我的感觉啦。然后你唱这个，就是有点，有时候会觉得比较虐心哦。你说这种东西，对你的歌声，就 越简单的编曲，越只剩下 vocal 的声音的时候，对，真的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唱。对啊，我今天在听那个，就为了要迎接你来，然后这几天在听歌，我想，天哪，这个女人中低音怎么可以唱这么低？然后这个音阶怎么还唱得出声音来？这样子，就没有，我的低音真的很虚弱，很不好，很虚弱，不好，真的不好，跟我的高音相形，就是比起来，我的低音真的很差。可是你的高音也一直经过你自己的改造，它已经跟原先在那个最当初出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啦。真的耶，你有注意耶？有啊，你现在我现在唱《走在红毯那一天》跟当初唱是完全不一样。你现在不需要花大力气啊，你现在只要咻，它就到了，就有比较不同的方式。我也不想要再飙那么用力的感觉。不用飙啊，反正我们的心，怕他们一下子就我们的心会自己被你带到那个101的那个顶楼。我真的很怕你叫我唱，等一下他们立刻下班。真的吗？其实如果你也愿意唱的话，我心里蛮想叫你唱的。太大声，真的。但是你如果不愿意唱，我也是不能勉强你。你毕竟是天后，就是今天一切都随你，就是今天你想干嘛就干嘛。我天天等候。我就是哦，没关系，我们也等你很久。就自从知道你要来，我们是每天等候。但是这种好难相处的主持人，我没有一直都没有很好相处。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的。对啊，但是今天就是会啦，大家也许会真的现场想。如果你真的要我跟你说，就是如果你要我听你新专辑今天现场唱什么歌，其实我也蛮想听你那个第一首歌哎，这个、啊，陪你轻轻，陪我轻轻 唱，对，这是你自己写的歌，我自己的创作。你很爱写歌吗？其实也还好，我没有很爱，但我一定要有感觉了，我有感而发才能够写下来。对啊，对，因为这就是。这是我今天就是大概整个转来转去，觉得哦，不知道，就今天的心情很想听这个歌，陪我轻轻唱。对啊，对啊，因为我就觉得说，哇，当你的歌迷啊，也当了这么久的时候，然后因为这个工作，然后今天可以跟你聊天呢。你已经跟我聊天了，我们把那个点歌的那个权利留给刚才从别的地方很辛苦送来那个钱。天哪，你竟然可以点歌哎！他可以点歌，你好大的胆子。对啊，他可以点歌，但我可以拒绝要不要唱。我知道，我懂你的明白，你懂我的幽默。那天就点吧。哎呀，你要点什么歌？你少在那边来这一套。因为他还没有做功课，没有他没有想这一张。他也许不好意思点你的旧歌啊，也可以啊，因为他对你是有你在他生命当中是有意义的，不然他今天不会奔来。而且我们就明确的告诉他，我今天需要这个礼物是要给彭佳慧惊喜的。我真的很惊喜，因为现在都是我在包红包给人家。所以啊，难得就我们知道你接下来过年辛苦了，要给很多红包。哎，我跟你说，
连这个单位的副总经理都来了，他在那里。副总经理你好，这么年轻。对啊，又这么帅。他大概他办公室很远，因为他管很多个，他有很多部门的。哦，不要离题，没有离题，因为我们没有题目。哦，对，我们，因为我们的题目就是彭佳慧来安安大明星啊，然后让我们开心的可以跟你那个聊天，然后介绍你的歌。你决定要不要唱之前，我们先来看你的那个。可以啊，那可以在刚才的那一首吗？好，我可以跟着一起唱。真的吗？对，你愿意唱哎、欸，就是第一首歌。我为什么不可以？哪里有说不可以啊？没有说不可以，只是我们很惊喜。我现在整个人都倒下来了。哎，重播这一首歌好吗，亲爱的导播大人？彭佳慧小姐要开金嗓了，我老天爷啊！你唱歌很贵耶。没有，我们没有通告费，只有那一包各国钱币。对啊，那就播啦，然后就聊聊着你到想唱的地方你就唱，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啊。我喜欢你的随性哎，你让我们觉得你需要歌词，我帮你找。导播是第一首 CD 的第一首，谢谢。这首歌的词曲都是彭佳慧，是啊，是啊。然后啊，因为词的部分不是那么好，于是我找了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叫马松伟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导播，你把 CD 放小声一点，我来唱。亲爱的，说说最近好吗？心压着多少事没讲，趁着夜晚好长，忘不掉什么，留在这首歌。我们哼着，我们哭了，是因为想念了。谁陪我轻轻地唱，好让我念念不忘，曾依靠你肩膀。我爱你，谁舍得放？谁陪你大声地唱，痛哭一场又怎样，终于不用坚强。我想你，不必隐藏。亲爱的，你也发现了吗？有故事的我们好像习惯笑着逞强。我帮彭佳慧和声，我有听到，好嗨哦！谢谢，太嗨了，太嗨了，太嗨了！大家工作就好，没有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是想要在这里感受你那个。现场声音的魅力，我有时候都常常跟他们说我好幸福、哦、然后坐在这个位置，然后因为跟你们聊天，然后让你愿意在这里就是放松心情。其实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唱歌的现场，尤其像你这么会演唱的人，然后这个环境啊，然后这个，对，因为这不是正式的舞台，我当然知道，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怕生的人、应该是你是一个很要求完美的人，就如果要唱歌 当然我就当自己在洗澡好了。来来人啊，给我一个给我一个莲蓬头，来两桶水，给我摆上一个浴缸。哎呦，谢谢大家。哎呦，没有没有，大家都在期待这件事。然后我又那整集都来唱，要唱哪一首？好，真的吗？好啊，好啊，那就唱刚刚那个啊。什么了？那个你跟范玮琪唱的那个歌啊。不会太慢吗？不会啦，你来了怎么会？不然你要先唱旧歌吗？不要，先介绍新歌，新歌先介绍。哎，那我这样问你，是不是没有题目想要问我？不会，我就只想叫你唱歌，题目都在这里耶。哦，真的吗？就是这是我们随来玩一下，玩一下，你随便抽随便问，是不是？我们哇哦，怎么了？我帮你看。哦，你这什么题目啊？你这么认真哦？给牧羊座的一句话，天哪！我这是发生什么事啊？耍什么文青啊你？给牧羊座一句话，或是给自己，我是牧羊座，没错、啊。我知道，我知道，他有研究啦。就四月嘛，对，然后跟苗做一句话就是怎么了？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你很慢了，这超慢的，你这歌唱流过慢。不是因为不要做的人很冲动，然后都不去想。哦、你会这样吗？我会啊，我超冲动的人。什么时候的事了？你现在不会了啦。大概两年前。对啊，我就说你没有，我现在还是很冲动。哪个部分冲动？我现在就是试着这几年，我很喜欢听 jazz 嘛。
爵士音乐、哦、然后啊我从爵士乐里头去让自己的速度变慢、嗯、想法思想稍微慢一点，然后思想会去影响所有、啊、包括我讲话慢一点，吃饭慢一点，吃东西慢一点，说话也慢一点，哎，我觉得还蛮好的，蛮好的、嗯。所以你以前会让自己就是每天在加 turbo 一直冲啊冲啊冲啊那种。我是啊，那个我的好朋友许杰辉辉哥都说、啊，以前早期听彭佳慧唱歌，嗯、年轻的彭佳慧唱歌，像不良少女骑摩托车，然后一直冲一直冲，然后旁边人跟他说停一下，对面有山，啊、没关系啊，冲，然后就棒，然后。这人就飞起来了，然后直接飞到山顶，再起来继续冲，冲了好多年。那是为什么突然间想要慢下来？我觉得这样很舒服啊。哦、你开始想要让大家听你歌也觉得舒服这样子，可是我们都很舒服啊。你用冲的我也舒服。我觉得用歌手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用音乐去记录他的生活的状态，用音乐、用旋律、用节奏去表现、嗯、去。告诉大家，去跟大家分享，由内而外的分享。是，这从大龄女子到现在，我大概有两年半的时间。嗯嗯、那这一张，刚刚建安说都很慢很慢、啊。没有啊，有心花一朵朵。只有哦，对啊，还有跟熊仔那个歌稍微有点。关你屁事啊！对啊，对，不要骂人嘛。不是，那是歌，是那是那一首歌。我就知道啊，就想说真的很棒。然后关你屁事唱那么温柔，关你屁事应该哇哇哇应该这样。没有没有，我们是很优雅的说。关你屁事啊！啊，人真的很好哎、欸。那我们今天有帮你，就是我们的荣幸可以在这里一起跟你欣赏 MV， 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再来一起那个一起唱吗？可以吗 ？OK， 那你 rap， 我 rap， 我尽力而为。你们这里有记者会 rap？ 记者会 rap 没有？我看送礼物来了会不会 rap？ 他应该很嗨吧？哎，我跟你讲，我们这里有导播，导播超酷的。他等下导播会 rap， 导播会，真假的？真的，他超酷的。我演唱会缺一个 rapper， 真的吗？好啊，那不然我们再帮你从这里挑一些。如果你不太介意，就是声张首尾的到你那个演唱会上去造次的话，我在这里帮你稍微找一些人选。真的会 rap。真的会 rap， 对，可以啊。哎，改天有一个记者在播新闻的时候用 rap， 有吗？我应该会被投诉吧。我跟你说，rap 不是只有又跟 check it out。我懂，就是只要把那个话，就是用一种自己的 tempo 把它念出来。我这次跟熊仔合作，我才更了解 rapper， 他们就是饱读诗书，关心时事，然后他们是文青。也不是啦，就是对社会上的所有的议题都非常的关心，那是一个类型。对，有些是批判，但熊仔给我的感觉，他除了饱读诗书，精通古今中外的历史地理等等、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然后有气质的一个大男生。就毕竟要讲一连串的话，就是你讲到里面就言之无物，也会让人家觉得是个笑掉大牙的事啊。真的讲得很好。你懂，讲话就是一枯燥了就无味了这样子。因为我都用唱的啦。啊，真的吗？因为我的裤子脱线了。啊、天哪，我们竟然让你看到你裤子脱线！来人呐、啊，给他一把剪刀哎、欸，不然我怕这个，他真的把它拔了。哦、好，不好意思，我们取得独家画面，彭佳慧拆掉自己裤子脱线的部分。不是因为今年又重新流行喇叭裤、哦，然后呢，所以你要走在一个时代潮流的尖端。没有，本来就很爱穿喇叭裤，然后啊，这个洗过了以后，就开始。这该不会是你的旧裤子吧？这是第二次穿哦，就是出了 MV 以后哦，真的、哦、对，拍 MV 完，然后就、嗯、那就是来不及剪线，不会、啊、因为就有新的流苏感。我是走路嘛，然后刚才地上都湿湿的、所以就一直那个，所以需要来个什么干衣机吗？没关系，我们这什么都有哎、欸。有人住在这里吗？也不是有人住在这里，就是那边有个，就是这边有一些就是拍戏的那个很辛苦的。哦，日夜安档的那个演员们，然后那边总是要帮他们张罗一些生活上临时急需要的事，因为大家什么都有。对对对，你有需要就直接跟我们讲。其实现在筋骨很酸啊，来人啦、啊，我们拆一个会按摩的来，就是让天后开心一点，肚子也很饿。对对对。哎、欸，这跟我们在播了耶！可以没有 MV 啊？哦，你要看 MV？ 哎、欸，不好意思，哎、欸，导播你在干嘛？你这忘记了、哦。重复的圈套，勺子我接招，谁也不想幸福的预兆，可惜命运总是出乎意料。有 MV 关你屁事啊！真的，哇，这你耶？对啊，穿桃红色哎，哇，你也会装可爱哦，你要请了。是啦，聊一下嘛，还有小熊软糖哎，是。
哇，你会戴帽子哎！你今天很常帽 T 啊，那你都把它戴起来。对。对啊，没事啦，不用勉强，真的。还是等一下就没通告了。晒干在车里嬉笑，后知后觉少了一些久违的热闹，总是无关紧要，差异身份，爱情就像午后的呢喃。你问我好不好，关你屁事啊！留一个微笑，寂寞的刚好，重复的却我好像神经病。哪会啊，我干嘛要把帽子戴起？很好啊，你就是皮卡丘在模仿彭佳慧唱歌啊。可惜命运总是出乎意料，无理取闹，随心就好。怎么啦呀？冰库玩乐城玩酷，比玩酷低音玩酷，翻脸就像在翻书，翻书却只翻脸书，回个表情符号，你搞不清到底他打哈哈是打哈哈还是真的在笑。我有跟到，我有跟到，只能跟到这个，因为他前面那个太多了，忽然间那个。这是你就是比较没有唱过的类型的歌吗？这种比较 urban fusion jazz 的曲风是我第一次收录在专辑当中。对，然后你跟一个就是年轻跨界的这样的那个歌手，算跨界吧？跨界跨界，对不对？对，就是你一直以来就是唱一些、就是，他也跨界、啊哦，对啊，就大家互相的跨界，然后就是这个时代就是有一些这样很特殊的氛围，然后各自把自己的强项然后结合起来成就一个新的。我觉得关你屁事啊这首歌有熊仔的加入以后，让这首歌更有态度。毕竟他说的是男女之间在日常生活当中交往。说的一些话、嗯、那些话可能听起来很无聊、但很有趣，是，然后、有一点甜，但也有一点反讽的感觉，懂懂，就是他把一些撩妹的东西然后 讲进来变成一个专业的学问，也没到专业、我是说他的专业在那个世代里面、就是例如说、你女朋友跟你说、就假如有一天你的男朋友突然跟你说，女朋友突然跟你说晚上我要跟谁出去、然后跟我说啦，然后我就说好啊你去啊、千万不要去、女生通常都是说反话、好然后如果叫你哦，去啊去啊，就是去啊去啊，你去就死定了，对不对？那个就那个 OS， 这是心理的 OS，懂。对，所以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心理教学的那种，请大家提醒，就是生人勿近跟。没有，还好还好，女生真的。真的，你很懂女人。都很有深度的动物。嗯，好，你说的我不敢反驳，因为你是女人专家，你都唱一些给女生听。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比较喜欢他准备的。哇塞，好恐怖，你都还没点歌哎，你不要放弃你的机会，我告诉你，人生错过这个村就没有那个站了哈。来，没事。觉得女人与爱是可以画上等号的、你看把自己抽的东西、我就制作人就是你知道他就天天在家，这应该是个命理节目吧，也还好哎。那来让他帮我打电话给江伯乐来上一下节目。我喜欢唐丽琪、你喜欢唐丽琪，好不好意思，他现在叫做唐启阳。OK， 我们的唐启阳老师，对对对 对好，怎么了、觉得女人与爱是可以画上等号，是啊，因为爱毕竟是非常有深度 的、好，所以应该是跟女人画上等号，一定要等号、就等号就是全部、好比我的专辑也是以爱为出发点，对，以爱为出发点、因为要有很多的爱才有办法唱出动人的歌嘛、真的真的不是、只要彭佳慧就可以唱出动人的歌、没关系，这个就是专辑的封面了、干嘛那么做作还在那边找半天、对，到底在哪儿、谁帮拿走、掉地上耶、怎么好意思、所以你是个很有爱的人。我是啊。所以爱是水做的。爱是水做的。不然呢？不是不是。女人不是水做的吗？啊、女人要喝很多水，因为人体有70%是水嘛。天哪，变成科普节目了，我到底怎么？因为被你整个弄到就完全没有，就是。因为我的喉咙啊，对，也是要喝很多水。我懂，我懂。对。啊，你的爱通常会比较用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让人家最有感受？好比我唱歌的时候，唱歌的时候，然后好比我，哎，蔡健雅，你看，你很好笑哎，看自己的照片，说自己是蔡健雅，真的很有事。
没有，这也是你的幽默哎，就人到了一个天后的阶段的时候，什么玩笑开起来都特别的有意思。真的啦，想当年谁敢这样说你啊？蔡姐也很漂亮。我懂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会自己说。昨天我坐计程车，我一上车，那计程车司机一看到我就说：“周小姐，你是周小姐。”我说：“我不是，你是周小姐。”我说：“周小姐是谁？”他就说：“你不是周小姐。”我就说：“啊，我不是周小姐，但周小姐是我朋友。”他说：“对不起了，彭小姐。”好可爱的司机大哥。对啊，你看大家都想要跟你套交情，然后他就想说，但是再到你他应该很开心啦。我们都很开心。我懂我懂。那后来车上你有唱歌给他证明一下你是彭小姐吗？不用啊，就唱周小姐的歌。反正他是你朋友应该没关系。没有， 我跟慧儿常常都会之前常常会被认错，可能因为我们就是眼睛比较属于比较东方的脸孔，就是那种那个飞起来的那一种，就比较凤眼一点。真的真的，但慧儿真的很美。凤眼在那个欧美地方就是天才，所以我们去国外就当然啦，所以你才要去环游世界啊。哦，是这个意思吗？当然喽，开什么玩笑？但我不行啊。可以啦，你到洛杉矶跟纽约感受一下，洛杉矶都华人啊，拜托，纽约也都华人，你可以叫他们 call 他们的外国朋友来啊。但你总是要他们华人先上，不然你有准备英文歌吗？什么东西？就这次你要出到世界各地，是我一定会唱英文歌啊、哦！真的，哪一首？什么惠利休斯顿的还是什么之类的？大概是这样吧。我印象中都是这个啊。你看，我还是有跟着你那个。我一定要换，我要换。哦好，那最近想要换谁 ？Celine Dion 还是什么？哎呦，是吗？因为是你就是这，你就是天这种路数的吗？不是这种路数，这是一个也不是凡人就可以唱得到的歌，所以你也不要这样讲。的确不容易。当然当然，那你有无法驾驭的歌曲吗？哦，我还没有唱过电音 EDM, EDM 对、哦、我很想要把《旧梦》这首歌 remix 变成电音的东西、哦、那就这样决定了吧，你就这么做了。对，这一次啊我就很想这么做。哦真的，那你就这样发愿出去应该就会有人就是直接送上门来。我怕内地的朋友吓到。不会啊，吓到也是一种态度。你冲三回这样子，所以你心里头还是有一些自己想要去做调整跟算是一种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往唱的我想要唱的曲风。就像刚刚静安说，我这一整张都是属于比较轻柔型的，轻柔，对对啊，那是陪伴型的音乐。搞不好我好好珍惜，搞不好下一张整张 rock and roll 很好啊，应该蛮好的，就是我说的大歌啊。你觉得 rock and roll 是大歌？应该是说你唱出来的那种我觉得李宗盛才是大歌啊、哦，对李宗。哎，点歌啦，快点！天后已经整个走中了，他现在他自己在讲冷笑话，我整个都已经崩坏了。你要相见恨晚啦。哦，那要请导播先把音乐关掉。好，哎，关掉。你看，你说什么？你说到底要说什么？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现在爱的深远。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生很累累，我也不管。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还有要点歌吗？嗨，要点什么歌？下次我来唱歌。什么？微微，我可以，我真的可以，一杯接着一杯，只为了你想要喝醉，在你迷蒙眼神里，仿佛才有我的美。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就当作是一世七分美，也足够我反复的回味。谢谢，谢谢大家。哎，不好意思，我刚刚看到有人背包包戴着安全帽走。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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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要去外面，可能有什么及时的现场，他出去看一下采访一下。门关起来。对对对，不准走。锁起来。哇天哪！我跟你讲，你真的是让大家都醉了。好。对啊，可以点歌哎。喝酒不开车。我懂我懂我懂，他们没有要开车，他们都坐公车来。哎，说真的，你有特别，就是如果这一次啊，你真的启动了那个到很多有。喜欢听你歌的朋友的地方，你有特别想要唱哪一首歌给一定要唱的歌吗？你懂，就是一种感觉，就是有你自己内心的彭佳慧从出道啊，然后到现在，然后总有一首歌就是有一种一定要去唱给别人听的那种，就是我不想唱但好像唱了他们就会知道，也不一定，他们就是很喜欢，也许就是你真的非常想唱的，然后他们也未必一定都听过。通常我想唱的都不是大家一定想听的，我就这个意思啊。可是我觉得你已经到了一种，就是我可以用这种方式，然后去让大家回味那些，曾经可能在那个年，有时候你也许那时候声量还没有到那么大，然后但那个歌就是真的很喜欢，就是错过的一些。其实回味以前并没有那么。popular 没有那么受欢迎，所以他们但这几年就不断的有一些成熟的女生会点回味。哎，刚刚那些太太啊，还有什么他们是成熟的女人点的歌，对，这是一种人生很特别的那种奇遇，对不对？就是你突然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奇遇啊，刘总，等等，对不起啊，你知道可以成为天后也真的不是随便来。好像今天就是快疯了是不是，没事没事，想下班了，就是、要结束直播了，不会不会不会，要结束直播了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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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继续来继续来，好好访问，对对对，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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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当然那你觉得说，如果像下棋的时候，曾经有彷徨过吗？有黄棋过什么这种？女人啊，我们都在，因为他写的，他写的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唱哎，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对，真的谢谢，这首歌就让你有事业达到另外一个。巅峰，谢谢，真的很谢谢萧煌奇的。对啊，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就是像个吉祥物一样，自己很会得奖。你要听我模仿黄小虎吗？因为他有帮小虎姐写一首歌。我觉得你都自己说了，我本来 不敢造次的。那你都说了，我就说不要的话，我不是很不识相吗？而且我就难得的好机会，那你还想，你可以模仿所有人呢、欸，我都好想听哦、喔。你先模仿完那个黄小虎，然后再模仿蔡依林好了。蔡依林。你一定可以的，我不会模仿起唱起来跳什么，我不会模仿蔡依林，开玩笑，那个我不会。啊、你不会，快点，我要听，拜托啦，不是我要听，就大家都想听。好，他们都没下班了，你也疗愈他们一下。小虎姐，对不对 ？OK。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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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啊！谢谢。好。对啊，翻唱。哎，不要这样子。翻唱林泉写的歌。哦，懂懂懂懂懂，你就是人。没那么简单。哎，模仿他就是要把嗓子压到一种，因为小虎姐中低音特别好，很强大、欸。对对对。然后你也是一个在各个音域里面都可以驾驭的女人。没有，我的低音真的不好，真的我的低音超差、啊。低音不好，那你这歌里面都从那么低的 key 起上来是有事吗？所以我的我想念我自己的低音唱的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情绪有到，但情绪到啦，那就好。听歌的人就是想要听你给他们带来的那个破音，也没有到破音，那里面没有破音。有 一点点的沙哑，那里面是你自然的状态。对 对, 对，就是有些时候就到你这种路数或到你这种层级的人。你以前真的是主播吗？怎么了？你发生了？你今天是我遇到的第二个主播啊、哦！真的、哦，真的。刚刚是接受李四端老师，李四端。天哪，那是神哎、欸！你这样跟我讲，我那什么？李四端，我是大哥的访问，他是播那个，我是播晨间的新闻跟气象。没关系，无论晨间或是晚上，主要是我今天主播给我的两位主播给我的感觉，除了专业度当然我不会变，就是都让我觉得打破了原本是主播我们这种观众在看主播的那种感觉。就私底下超幽默的，你不要这样，我现在很紧张。我就是要让你紧张、啊。我懂，你懂我的明白，我懂你的了解。
真的。对，因为我就是想要结束直播了。你那么想结束吗？还有几个问题？不是，就是还有那个啊，我想念我自己，为什么没有然后播给我看呢？快点啦！什么？他人都在现场，就你那个。我想念我自己的，我特别要谢谢高慧君，他也是从一个歌手成熟的歌手。然后转战变成是演员，对，然后变戏精，真的。你看他演《红衣小女孩》演多好。我没有看那个，我没有看恐怖片。但是他因为高慧君的演出，帮我演出了《我想念我自己》的 MV 的女主角，也用他的方式让这首歌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然后很感人。然后看着 MV 就更能懂你要。唱什么？对，对不对？对 对, 对，那个感觉就是相互回应的那种状态。这个是我合作很久的黄中平大哥，黄中平导演帮我拍的。对，你是念旧的人？没有，因为中平导演拍女生真的可以拍得很漂亮。哎，上次大龄女子也是黄中平大哥。对，我从第三章1997年就开始跟1998年开始跟他合作。现在17了，18了哎。哇。你们是老朋友，只是他看着我长大，你们互相陪伴对方在这条路上，就对互相回应对方。对对，然后这位男演员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舞台剧的演员，是对。然后那个小男生，小男生也有好像也有入围过，真的入围过金钟奖还是亚太影展之类的。他等下去踢皮球、欸、我有看。然后跟他爸爸嘛，在那边受伤了还踢球，有，就是男生比较不在意一些事情，可是女生就会开始很紧张啊。就你受伤了，我小孩受伤了，爸爸你还带他去踢球。我就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就整个人突然间被那个高慧君的表演就震到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你的歌声，对对，然后我就想，天哪，好像我想到。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顾内顾前顾后，就是一个忘，顾里顾外都是妈妈在做，忘记了自己的对。所以这首歌 是唱给伟大的妈妈吗？是唱给啊，为了爱情有某种程度牺牲的女人，是唱给在婚姻当中一段时间，在一段感情当中一段时间的女人或男人听。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有这句就是还蛮啊，来，他要去找小孩了，对不对？其实他在故事当中 MV 里头饰演的是一个就是做陶瓷拉胚的工作，所以很辛苦，就是有一个有自己来，就这里，我刚刚在那个。就是这几天在看的时候，尤其看到那个部分哦，你知道那种演戏这件事就跟唱歌一样，在你有演过戏吗？啊，有哎、欸，真的哦，对，就演主播。你要演，你不是天生就主播？应该说在戏剧里面，你要去演出哦，你演主播的样子，就是跟正在播戏，但是它是雷同的感觉。OK， 你可以去看《已读不回的恋人》的第一集，我真的有演哎、欸，哇，我是认真用演的方式去当那个是三立的偶像，是三立的，对对对。然后是礼拜六晚上10点播的， okay, 然后最近在播嘛？啊，对，最近正在播。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这首歌很难唱，有17度，嗯，真的很难唱。比走在红毯那一天多了一度。突然间开金嗓，他现在就不唱。你有这样子，就是你会这样子去听自己唱的在 CD 盘里面的歌吗？当然，我最近都一直在听，因为我要练那个2月10号那个 Legacy 演唱会的东西。可是你本身就是一台行动的
播放 CD 的。不是啊，少在那边了啦，你真的啦，真的。你们最好嘞。就是我最近说了很多话，就一直说话，哦、都是我们不好，每次都一上通告。因为说话会，就是说话比唱歌更容易伤喉咙啊、哦。是是，对，是不会、啊。那你可以用唱歌的方式来说话啊，一样的、啊。哦，这张大概是要说这个意思哦，就是陪我轻轻唱，是对。边说边唱，有有有，在你的耳边呢喃的感觉，对对对。但是那时候听到了歌，我一点点那个，就是撩动自己心情的。其实你刚刚问我说，哎，听什么歌会有隐隐的，好像情绪被你波动到，牵动，其实就是这首歌，哎，就是我想念我自己。嗯，应该是陪你陪我轻轻唱，我不知道那种，哎，这怎么讲？千万不要在晚上听，对，晚上不要在那个自己太想要去，回，怎么讲？回忆一些事情，嗯、就不要去，我很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这样听，对对对，会有事。什么事？我好想听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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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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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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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唱。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新专辑中真心推荐的一首歌，我每一首歌都想推荐啊。不要这样啦，因为我们每首都会自己听。我是说，因为它不一定要在你已经拍好的，这是这个意思。我的第七首歌，第七首歌叫做《恋爱》，然后逗点俘虏，《恋爱》逗俘虏是。恋爱俘虏，请欣赏天后的幽默，就是即将会有一款恋爱豆腐乳会伴随在 CD 改版的时候，你可以沾面包或吐司哦，或馒头，真的吗？那它的饮料应该配的是咸豆浆，还是应该配无糖豆浆？无糖的豆浆，对对对，无糖豆浆，对，然后配恋爱豆腐乳，对。哦，那你那个豆腐乳会有一些，就是你会是用辣味的吗？还是会就是？就豆腐乳一吃就是很浓烈的感觉啊，然后到后来就变回甘，放得越久越好吃。所以你本人喜欢吃豆腐乳？客家人都喜欢吃 啊真的耶，吃清粥的时候是一定要有豆腐乳啊、哦、还有面筋，就我们跟肉松啊，对啊，那台本省人喜欢吃肉松，哎，肉松啊，还有花瓜，花还有硬瓜，天哪，你好适合去代言那个爱滋味。对对对对对，你可以请他们帮你好好那个寻找一下那个新的那个恋爱豆腐，对对对，新的路线。然后感觉上来说，这也是一个问你很少在做这种商业的那种广告的拍摄啊代言，对吧？没有嘛，就一直都在唱歌。对，好棒哦！20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听你的那个这张专辑的一些，然后都送我豆腐乳，有可能哎、欸，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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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喜欢沐浴乳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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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ay, 你们人来就好，带 CD 来就好，都带 CD， 然后记得买票，然后那个现在在那个，我的歌迷都知道，我就很不喜欢他们花钱买东西，这样很好啊，不然20几年来就他们会越花越多哎、欸，对，因为大家现在都是那个经济状况啊各方面其实都给你钱。跟着你长大的歌迷一直在的，一定也是就是愿意臣服于你，然后在你的歌声当中，就是一定不断给他们新的刺激跟成长的动力。对，所以但是啊、很多歌迷就是因为都认识很久了，是，然后啊，其实他们对我都不会太客气啊，真的、哦，就会很真心的跟我说一些真的话，不会只有，不会是一直用着偶像的心态。就是你做什么，你说什么都好，所以很多人很多一直追随你的人就成了朋友了，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好酷哦！他们有一个朋友是天后哎，他们不会觉得我是天后吧？你怎么知道？你有问他、哦？我帮你打电话给他。我真的没有感觉他们有觉得我是谁谁谁。有啦，但你的在你身上有很多让人家就是真的可以去感受的，就是人要成功一定要有坚持的这件事情。我就只想唱歌给大家听，不要这样说，就是不是很多人在讲说一辈子会做一件事情然后做得很厉害就好了，你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感觉。
对啊，上一次的演唱会的广告是用。对啊，对啊，你就是一个这样的女生，然后就我都觉得说，我只会做这件事、啊。你干嘛这样说？你这件事很难做，我们都做不出来。你看，你只会讲话，你就讲。哦，真的，我就是一直在讲话。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就只会讲话而已啊。所以你当主播。是啊，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就陪你们聊聊天，然后让你们希望。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你在这里开口唱歌，哎。因为彭佳慧唱歌。没有啦，就不好意思。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但是就是因为唱歌对你来说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对啊，然后所以其实你就只是今天就是用今天的方式去讲一下现在的心情，然后用歌曲来做表达。对啊，但是因为毕竟这不是唱歌的麦克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让你这样用这么一般般的那个小麦克风。没有没有没有，他好幸福啊，你乖。或者是我也可以清唱。你不用清唱，不要麦克风，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是麦克风，就是今天就是，哎，这是我们公司出的哦，真的。我们是不是也是很贴心？然后让你拿着，就也不会违背一下那个跟你合约相关的精神。真的，真的，嗨，你有什么最想做的事跟最想说的话吗？来到一个节目里面，这里应该是一个让你不太不是一进来就很熟悉的地方，完全不熟悉，而且把舞台搭在上班的，对，我听我的，那平常这里是做什么？开会，开会，然后开会也在大庭广众之下，没有没有，就是，对，因为他们这里人很多，那不怕被听到吗？有什么关系？新闻不就是要传出去给人家听的吗？还在那边偷偷摸摸 ，OK， 又不是偷拍 ，OK， 我们这次做光明正大新闻，所以你刚刚在讲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什么，他们就把它剪成片段已经送上去，真的啦，不然嘞。我刚刚有讲什么吗？没有啊，都讲很好啊，就说你想大哥是李宗盛啊，对，就大概这一种。就今天他们可能会有一条新闻，是彭佳慧的冷笑话。其实还有罗大佑，我懂，你可以继续，OK， fine， 你开心就好。对啊，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现场直接听彭佳慧讲冷笑话。我是顺应你耶，我懂你的贴心。没有没有，这很难，就是你这么大。你这么大牌耶，就这么大一个大咖，然后来到这里，我们都觉得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猪大排，超好吃。谢谢你那个便当。其实你要来之后，其实真的是大家都很期待。谢谢。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希望就是每个人带着自己的作品，然后来这里借我们的平台，就是三立新网其实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就是网络平台。这里很大的挑战，因为啊，要就是会紧张，不用紧张，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说话是真的会是很紧张的一件事，然后啊，又要在这么多人的我，因为我宣传跟我说是。我们会在一个大家在办公室的中间，对啊，然后有一个舞台，对，然后说什么状况，嗯，然后他就跟我陈述了，那个制作人都拍一张照片给你看就好啦。没有，我就然后结果今天一来，他就跟我比说，佳慧姐就在这边。我说真的假的？哎，其实不瞒你说，如果你早一点来，这边是满场的工作人员的话，现在还不满场吗？没有，现在没有满场，就有人就真的就是早班的人，就是在你那个，因为他们真的很早，在你。如果你是下午来啊，你还可以走进去，哎，满满的，满满的，然后他们会像疯狂一样的在那边一直找你。那这里有播新闻的吗？这里没有播新闻的，但是所有的新闻都是从这里出去。哎，不是，就三立新网的所有的新闻都是从这边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这个地方稿子也是他们打的，对，他们从外面有人可能打个电话进来啊，哪里发生什么事，然后讲一讲人事实地物，啪啪啪啪，他就走出去了。因为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当主播。哦，还好你没有。不然就浪费了。我是怎么会？哦，怎么？哎，天哪！你干嘛说个口才？我今天怎么会已经正在你的口中讲出来？我今天对最近一直在讲怎么会？是哦。对啊，怎么会？那我跟你讲不一样，我要跟你讲不一样。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不会不会。我好无聊哦。没有没有，就是希望你今天的就是一切让我们感受到你的放松，然后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不要这么说。真的真的真的，谢谢大家，就是我们真的是初次见面的人，虽然你在我们的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一段时间。好了哦，啊，不是，你不要告诉我你爸妈喜欢我。啊，没有没有没有，不会不会这样讲。但是就是你在这里面很多人的心里是有分量的，你的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都曾经造成一些特别的回响跟共鸣，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真的真的，然后
时间上来说，真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聊天，也真的一直我们聊很久。真的吗？真的不小心就是一直耽误了你那个休息的时间。现在是几点？现在已经快九点了。啊，原来要几点？原来大概我们就是那时候大概算是八点半吧。八点半结束吗？对啊，现在大概快超过多久？八点五十会怎样？不会怎样啊，没有罚钱，这不是小巨蛋。但是很开心啊，谢谢，因为你今天在这里这么放松，然后很多人也是慕你之名，然后从各个部门办公室这样跑过来这里。哦，他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是一个会告诉大家，安大明星在这个公司里面，就是很多人会期待说，哦，到底今天会是谁来？所以你每天都有一个特别来宾来？每天大概哇。然后今天就是昨天访问谁？昨天访问了谁？让我来想一想，昨天访问了南拳妈妈。哦 ，OK，对。那明天要访问谁？明天没有，明天没有。对，为什么？因为那个这边工作人员啊，有一些他们就是要外出工作的时间。那如果没有来宾的时候，这个时间该怎么办？没有来宾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就不会有人在这里啊。那就没有直播？不会，这里就会有直播。你说直播什么？没有来宾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对谈的直播。那谁直播？没有，还是别人，就不是我。你知道我也是要有来宾才会来的。哦，是哦。嗯，对啊，这是一个说安大明星就是一直以来就在这个地方，然后陪很多。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哎，唱歌的朋友无论新旧，然后希望你们带着自己的作品，就是可以来这里跟我们分享。哦 okay、然后演戏的朋友来这里介绍他的作品。然后现在我觉得，我们自己感受到就是这个行业越来越需要大家互助嘛，那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平台，然后我们当然也非常希望像你这样哇天一般高的大咖歌手来到我们这里。我只是一个，你不要这样，唱歌的人。好，真的是你都唱到天顶上去了。你生气了？我没有生气。哦，没有没有，我是讲啊，天哪，我惨了，我明天会上新闻头版说我对彭佳慧大小声。二月十号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人？二月十号希望有空的朋友都可以来，那个台北 Legacy。男生还是女生？男生还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啊。几岁的？几岁的人？对啊，你想来都可以来。嗯，你觉得几岁的人来？只是不好意思，是我们当天没有话位，就是都是用站的，站着，但我会赶快唱完。干嘛这样子？因为我舍不得大家站太久。哦，那世界巡演的时候想看到谁？世界巡演都走出去了，总有一些想见到的，就想要听彭佳慧唱歌的朋友。哦，你都可以了。也许他们就是离乡背景很多年了，然后一直旅居在海外，歌声就是更加的了解。天哪，你责任好重大。哦，我很乐意到二十年，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已经是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好，想念自己的人就一定要在这个二月十号去看你，你要重新让他们审视自己的生活，然后回到找到自己那个对，可以更加努力继续走向前去的力量。我觉得我想念我自己有一个另外一个用意，就是自省。嗯，对，自己自我反省，听听自己真的声音。嗯，然后我千万不要因为爱了别人而失去自己。对对，这很重要。对，然后听你的歌可以得到这种算是一种领悟吧。你不要再唱辛晓琪的歌。你怎么知道我已经吸气了？不会啊，就是，但是我们很开心今天就是能够让您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好好的跟我们，就是用这么，你今天还愉快吗？轻松吗？很开心啊！谢谢你耶，太轻松，真的，真的好开心哦。这是这一个月最后一个通告，真的真的辛苦你了。这一个月，明天也是二月了，明天二月一号又有新的开始。对对对，不要这样子，你会带着这里满满的祝福，然后影响你更棒的那个。我也祝福今天所有在场的辛苦的工作人员，包括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的每一个人。嗯，2018年都非常的顺利，好棒哦，心想事成，想要想到什么就有什么，真的真的。一般要遇到天后的祝福，可能要去北港朝天宫啊，或者每天直接在这里。我也是这样，我家旁边有个妈祖庙，真的真的，从小在妈祖庙长大。好棒哦，越来越多那种连结，你就是真的很平易近人，跟大家生活到。我是屏东人啊，我知道是六堆还是哪里？六堆的其中一堆，对吗？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可以聊到十二点哎，就是如果你没有下班的意思，我们不然就继续好了。
我可以陪大家，可以帮我买个便当吗？我觉得可以吗？猪大排的便当。真的，最后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好啊，来，好吧，就这个问题。哦、现在还会有唱歌唱到哭的时候？比较少，比较少了，比较少，都是我唱到别人哭。对啊，所以不一样了。二月十号的时候，请大家去让彭佳慧让你得到满满的疗愈，一定可以。其实哭没有不好。哭是一种宣泄压力的一个其中一个管道，是唱歌也是，我懂，我唱歌也是在宣泄我自己的压力。你没有压力了，我有压力，我压力超大，我都怕我走音。没关系啊，大家在等、啊，我都害怕，大家在等你走音，这就是压力啊。你要去听哦，然后世界巡演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到各的跟他到处飞的话，摄影师你一定要那么近吗？我的鱼尾纹都被你拍到没有啦，怎么会这么漂亮，他刚突然间拍到这么漂亮的大龄女子好恐怖、哦、没事亲亲、哎、怎么了、哎、对有便当是不是没有没有我要鸡腿的没事没事他们担心你太累了啦一直在提醒我说彭佳慧今天在这里玩得太嗨对呀、啊，哎，谢谢你耶真的谢谢你不客气真的很开心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应不应该、嗯、就是我们得到了你的祝福跟你送的礼物祝大家新年快乐真的然后你今天给我们好多特别的歌声然后还随意的在这里接受我们这么无厘头的对话然后你还回应给我们这么愉快的内容太好玩了我本来就是一个神经病啊哪有你那种神经病我是神经病还好你再聊下去我就变神经病我懂我懂但是希望就是假设你下次要世界巡演之前有什么要宣传欢迎你再来可以再来第二次为什么不我下次一定你可以下午来吗下午这里人最多了可以准备 cheesecake 跟咖啡吗对对对他每天都一直在跟我紧张说这个制作人说天哪你一直拖太久时间了我想说我、嗯、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结束不会我没有不知道怎么结束我知道要怎么结束是舍不得让你离开这里对啊对我很开心谢谢你的开心谢谢因为知道后面还有安排的工作、啊、今天没有没有工作了、啊、真的吗最后一个他们两个刚不是说了吗崩溃了、啊、嗯、啊、对对、okay、没事没事没事我没有啊我们还可以的可以不要那么官腔吗不要不用官腔好啊要、啊、不然今天就到这里还有什么还没想到对啊就不用关枪，哎，导播上字幕哦，哦对，上字幕要上什么字幕？你不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完整的，就是实况播出的节目，上字幕就感谢谁呀、啊？哦，你就陪要这样子哦、啊？对啊，才知道说就是，哦、你看有没有上字幕了？执、哦哦、行制作人陈玉，导播陈玉金，对对对，导播在里面，导播好，他今天很爱你，所以他今天也安了很久都没有叫我停，真的、哦、真的，你听得到他说话？他会跟我比、哦，然后他很晚才跟我说的，但是他说是因为他们两个。他们两个跟他说：“哎、欸，你刚刚跟他画圈圈。”然后他就来跟我画圈圈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看哦，他们，他们因为我没有下班，他们就没有办法下班。我懂，我懂，但是我们这不停，他们也不能够走。对啊。那不然我们就基于一些人道上的考量。你知道一例一休就有点麻烦。一例一休如果对超过时数的话，规范到我们对那种唱片业或是新闻业者，伤脑筋。根本不可能！天哪，我们谈到国家大事了。这是一个很烂的法规。没有，不要这样子。我想念我们想念自己。你今天很开心，我们非常的愉快。然后我跟你说，你说内湖有一个那个便当超好吃，那我们等一下去买。没有了，打烊了。那你下次来的时候带来给我们吃。好啊，你认真，真的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再醒来吗？下一张三年后，三年后，但你要世界巡演之前，就是年终的事啊。如果你不介意，可以来这里，我们再帮你好好。可以在第二次。为什么不？然后把你的行程这样一路的兜出来，然后让我们可以好好帮你播送到你想要去的地方，这样。可是我都在先在内地唱，有什么关系？网络是无国界的哦，这个内地也看得到，看得到啊！大家 Google 一下就会有了。好好好真的，祝你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如你所。啊、黑店哦，你想起来了，板桥也有，淡水也有一间。哦，对对对对对，是不是超好吃的，哦、真的真的超爱、不好意思，那个他已经开始在谈便当的事情，他们三个快要疯了。哦，真的哦，三遍三遍，字都落三遍了。OK， 你今天开心吗？非常开心，谢谢彭佳慧今天来，谢谢新闻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拍手，谢谢你，真的、感谢你，祝你唱片大卖，谢谢，祝你巡演成功，谢谢，祝你二月十号的歌
带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如果有空，欢迎来听。真的吗？可以去吗？对，但我会乱唱。没关系啊，我就乱听你唱啊，你乱唱都好听。没有了，真的，谢谢大家。所以会找乱弹嘛？阿翔，对啊，好久没听到我们有岔题了，他们有画圈圈，我们不要再说话了。好来，真的不能随便开新议题。谢谢大家，你看他直接不要给我们看我们的画面了。那你就回导播说关你屁事啊。关你屁事啊！你可以把灯关掉，然后我们都不要麦克风，我们两个自己在这里聊天。我们自己在那边嗨。谢谢彭佳慧，谢谢建安，谢谢爱大明星，下次见。谢谢大家，谢谢。关你屁事啊！留一个微笑，寂寞的刚好，重复的圈套，笑死我。真的爱惨了现在的日子，因为他们我才懂得眼泪、笑容、疲累、甜蜜才是完整的幸福。不知不觉被现实碾平，夜灯下皮肤里失去防备的不专心，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将回忆，走完红毯后才不生活不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
声无息推我们前进，幸福还能仰赖自己去找寻，镜子前我们微笑地看自己，今天有多美丽。在幸福的背后，我开始想念自己，那个努力追寻幸福的小公主。